各位小金粉，大家好，我是 KIN 阿金啊，今天来到了我们的魔力修车工，今天要修的是这一台哦，没有错，相信眼尖的观众已经发现了，知道这一台是什么车子哦，没错，它就是兰宝基尼，然后型号的话是 LP700。这台帅气哈 ，LP700。但是为什么每一个来这边的客人呢，外壳呢都锈成那样子啊？这世界上真的有人把这个兰博基尼弄成那样子吗？好啦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兰博基尼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？它要更换正时零件，还要换机油、机油滤芯。好，我们把这些东西给勾选起来，因为我技能等级的关系，有变成说，我不用去做一些检测，我就可以知道说它已经坏什么东西了。哇，这样在后续的维修可以快很多。你知道问题点在哪里，你就不会浪费时间那边找，或者是猜错东西。哇，那真的很花时间。它引擎是在后面吧？它跑到前面去啊？哦，它后车厢盖是可以打开的，引擎盖要把它拆掉，后车壳。好，把它拆掉了，按不到引擎啊，对不对？好啦，你什么地方有问题啊？这边呢？这个地方有问题，拆皮带。那皮带这边有问题啦。还有嘞，里面有一条链条也是坏掉的哈。那我们只能一条一条拆啊。这个是好的。马上帮你检修。反正知道问题的话，修一台车的时间就不会这么久了。水方符，哇，这个有生锈跟没生锈的地方也差太多了吧？好啦，都拆完了，然后里面这条链条怎么拆？拆盖子是不是？盖子先把它打开看。我这边看到链条了，等一下不妙。那这个拆这个链条要先拆这个。拆这个要先拆这个，拆这个要先拆这个，果然没有这么好啊，好不好？我想说可以拆很快啊，没想到这个引擎的这个支管都要先把它弄掉。我很少拆这种正时链条，这拆这个链条蛮费工的。也是我之前好像还没有修过兰博基尼的车，这算是我第一次修吧。之前都修到法拉利啊，你把这拆掉。螺丝有点多颗啊。那么如果你喜欢我这种系列的话，你也可以帮我按个喜欢。想要看我更多影片的话呢，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啦。那我们继续修车吧，想办法把这个链条给拿出来啊。链条被拿出来啦。实在看不出来它被什么东西挡到啊？是下面的这个护盖吗？搞不好我上面不用拆那么多东西就可以了。对，这一个。OK， 可以拆了吧？还不行呢。那到底要拆多少东西啊？哦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都拆光光了吧？然后这边还有一颗，确认一下啊。那我们就开始组回去喽。机油滤芯 B12的，来组了。然后这个正时链条 B12B。我应该先去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修哈。可以修的我就用修的啊。啊，刚才拆下的东西有什么东西可以修？70%这都不用换的啊，那就没东西可以修啦，那就全部都要用买的，麻烦。正时齿轮，护盖可以装了。然后这些东西原本都是好的，就直接装上去。水泵普 B12，
欸，真的游戏玩久真的是会越来越熟练，我觉得我装车子越来越快啦。想当年新手的时候装这一个可能要装一小时吧，现在可能一台只要十分钟啊。水帮皮带盘，哦，等一下他是要装两个是不是？他是要装两个啦。然后盖子把它盖上去，两个盖子给它交换盖应该没关系吧？两个的那个寿命不一样多，也太多螺丝了。看来我要去升那种技能，是可以增加那个锁螺丝的速度啊，那弄起来应该会快很多啊。看到没有？这边还有一个盖子，赶快锁，多到锁不完啊！中冷气，真的，所有时间都是花在锁螺丝欸。上面的盖子，中冷盖，中冷盖，这只要盖上去就好了，还蛮快的。还没有哪里没有弄好，我看一下。欸，皮带紧张器怎么会没有？啊嘞，漏一个哦，还没装好，还没装好，不要紧张。这边还没装。综合皮带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皮带张紧器的，我怎么念成紧张器嘞？我怎么觉得这个翻张力器会比较好？也可以啦。也许汽车的用语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张力器啊，也是在调这种松紧的。好啦，那应该都搞定了吧？你那张紧器改好之后，我这边还要这个换机油，那就要把车子给立起来啦，直接升上去看一下这个引擎盖会不会打到天花板？会吗？会吗？还好，来啦，卸机油啦！来看一下我们的超跑在尿尿，放回原位。他加机油的地方在哪里？哎、欸，哦，找到找到，你不要藏得这么隐秘嘛！加机油喽！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过多，不要浪费我的钱，很怕浪费机油。那应该全部都好了吧？搞定，超级快！欸，先把他的车拿去飙一下啊，这别人的车，对不对？唯一要还人家吼，引擎盖先把它盖上去，兰博基尼的引擎盖，然后这个大尾翼，超帅尾翼，盖起来盖起来，哎、欸，啊你是不能盖是不是？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帅，走了走了 ，One。Go！ 哇，这边还可以测直线测试，是不是？哦，跑秒圈呢？等等啊，好难开，完了！我把客人的车子拿去撞啊，这会不会出事情啊？我应该接个手把来玩玩的。哇塞，这边有个直角弯。我把它当轨道车啦，好难开哦！它的这个物理特性基本上就是一直狂打滑，快变甩尾车啦！客人说：“你把我的那个兰博基尼拿去干嘛？”可是我想要跟这个客人讲说啊，你兰博基尼就没什么在保养吗？借人家撞一下是会怎样，对不对？这
这游戏的物理特性太妙了，都是甩尾，甩尾车龙，他一圈多大圈啊？我这。这游戏我连直线都控不好啊，跑出1分25秒成绩，下次我要接手把，接手把上诉。好了，这台车要还给客人了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